泡泡来了。有人要投幸福一桶金吗？在主持人这里。他写了一些名字吗？所以呢，我们都单身是不是？这都单身是不是？只有今天是不是？看起来那么年轻，已婚的。哦，两家小兰，等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翱翔国际一定要2000以上。广告公司找了，老板还不找我拍广告。广告公司老板要不要5张以上的啦？来啦，要不要5张以上的啦？广告公司老板呢？哎，大家，广告公司老板在这里啦。人家我们翔哥都没有再换的老婆，都大气都拿出1000了。哦，对啊，哦，你们都是高中同学吧？都快手了，是吗？好啦，2张啦。我们等一下，你单身吗？单身就是要更加大气，现场女生，等一下我们如何单身啊？他们好大气，还有2张哦，想要留电话的赶快来找主持人。好，大概就是视觉年龄大概25岁，然后呢，实际年龄大概30出头，然后家里有什么钱就是很多地的哦，就是在地的地主啦哈。那、如果旁边都说。
接地气的哈、啊。如果平常哦，这个单身贵族现在或者有女儿媳妇的，这里有一个单身的哈，可以介绍一下哈、哦。来，烧烤店老板，平常我在吃烧烤，今天看到烧烤店老板，是不是要加码一下啦？老板说，老婆在旁边。问老婆，老婆说老公就是要大气，这才带得起草。对吧？我也要唱啊！谢谢啦！来来来来，多少多少？如果工程师真能做，你用这个数据的，很高压啦，两票没有问题啦。来，写名字就好，来，笔给我。啊，下一位是谁呢？大哥。看他加钱不钱哈、哦？现在多少、哦？来，我们帮他目测一下，刚刚一万一，帮我算小蓝有几张就好了。大概要凑整数，所以你就说两万一就好，这样才会凑三万。刚刚最多的，我刚好像有人看到有人跑五千呢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像对不对？刚刚有人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人跑五千？刚刚大哥问我说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我们今天婚礼不能骗人，刚刚有没有看到有人投五千？大家要说啊，谁？大家集资之下的五千，哦，大家有目共睹集资。大哥，大哥投了6000块，惊为地位，变位大胜，一路送大饼，大家给他掌声鼓励。好的，我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今天的婚礼主持人，我是胖胖哥哥。待会呢，如果最大声的，我就先送他那个。大头棒棒糖就是要让你们甜甜蜜蜜，想不想要？很好，请问一下，今天主持人叫什么名字？手机准备好，那把我们的视线移向我们的后方，请进场，掌声欢迎今天帅气的新郎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是不是来点尖叫声啊？尖叫声在哪里？好，新郎往前走，您要跟大家拍拍手，我们是不是再给我们新郎一个热情的掌声？今天新郎帅不帅？超级帅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最美丽的新娘就是我们的雨露美女了，掌声欢迎！欢迎来到我们的幸福大道，再次的给我们雨露热情的掌声，慢慢的往前走，迎向我们的幸福的未来。哇，我们的新郎跟新娘真的是非常帅气哈！来，一人一边，来来来，他还特地自己准备那个丝巾哈、哎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非常的重要，所有在座的都是我们的证婚人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的林君彦先生，你愿意娶我们林雨如小姐为妻？无论在未来成功或失败，贫穷或富贵，疾病或衰老，都一心一意的照顾我们的雨如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大家有听到吗？这么小声，那我们不要用麦克风，让他自己讲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太小声了啦，我们雨如就不想要嫁了哦。大家要一起喊呢、啊，要帮他助阵一下，大家都是他的那个、欸、小帮手。再一次，你愿意照顾他一辈子吗？我愿意。非常的好，那我们雨如小姐，你愿意陪伴他走过终身吗？那我们是不是再给我们的双方的新人再一次的热情的掌声鼓励鼓励？有捡到的，请来我家先吧。等一下，来，我们新娘先上。所以上面有标签的，有数字的在揉，有数字的在揉。那其他的你们记得把钞票放回家，那个钱呢带走，会让你们的一定会赚大钱哦。左边三个，右边三个，一人一半感情不会散，三分那个万年富贵，满盈富贵哈。今天大家比个爱心，准备好，来，一二三，爱你哦！太小声了，上什么？现在我们会问问题，如果来听好了哦，我们会问问题，如果学的答案是 A 的人，就学我们的君彦，来哦，他跟我在这里，学的答案是 A 的就学我们君彦，好，学的答案是 B 的就学我们的雨如，那如果每一题都答对，
待会会有意想不到的礼物，就是对比一次，待会就知道我不能透露礼物是什么。好，总共有五题哈。请问我们新郎跟新娘们是大学同学，他们就读的是什么科系？我们的新郎这里答案 A 的答案是资料处理系，我们女奴 B 的答案不要讨论，不准讨论。来 ，B 的答案是行销管理系。等一下，我说三到一才能分，等一下啦。三二一，请选择。不能问他，还问说到底是哪一个，这就是问题哦。好，三，确定不是资料处理系哈、哦。刚刚新娘跟我说资料处理系哦，来准备啊，三二，我们请让步，是什么系？行销。好，恭喜行销系留下资料处理系，妹妹跟我合作，继续吃你的美丽的美食哈、哦，加油，吃到饱。好，跟我回去休息。第四题，新娘现在有宝宝了吗？有。A， 新娘这边的答案是有了。B， 新娘这边的答案是还没。请决定。有了，这怎么过 ？A 是有了 ，B 是没有。请决定，有没有宝宝？再给大家一秒钟时间，连亲家母都进来了，大家。亲家母都进来了，三、二、一，请公布有没有宝宝？没有。啊！来，请公布，休息一下。我吓死谁啊？好，请问一下，新郎跟新娘的身高差是几公分？新郎跟新娘的身高差是几公分？答案 A 五公分，答案 B 六公分，请决定。好了，公布答案，差新郎总共是169公分，新娘是放宽放一点，他先结婚，放宽放一点，他先新娘给点面子，新娘。163公分，所以相差6公分。好，我们幸福奖金总共有32500块，谁抢得到？因为关于今天的金额，非常的大，所以我们要抽出两位，大家好不好？好。投票车的站起来一下，租车公司老板站起来哈。投票车快，再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。有关租车啊、中古车的，大家可以找他哈。先公布第一个名单，这个真的很想发财，你知道给我写三个数字，就是888，谁写三个数字？谁？包包来的，果然有投票车快就不一样，赶快到现场，包包来的。有人的电话是09多少？讲名字，郑雅文，恭喜你啊！刚刚有投资五桶金车卖的，恭喜你得奖，恭喜你们得奖，这两个奖金32500块，平分。耶！万感情万善，再次给我们热情的掌声。要不要亲一下啊？我们刚刚好像没有幸福之吻耶。对，我们幸福之吻给他10秒钟好不好？大家想不想看？想不想看？啊，想看是不是要拿起手机跟相机要来录下来了？啊，手机相机都要准备好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来准备，一起走，一、二、三，我们求秒就好了，四。6、7，来，妈妈要不要数一下？8.1、8.2，看够不够？要不要马蹄？要不要？要马蹄啦！
起来，再关，再关，再关。进啊进啊！进啊进啊！你确定的哦？新娘是确定的。新娘，新娘，你确定非常吗？他还没有看到、哦，新娘能非常吗？要吗？右边的朋友要吗？好了，刚刚就是这个了。那我先公布这个人的名字好了。徐香涵在哪里？恭喜你得到我们奖金3000块，现在要排前。非常感谢大家前来今天军宴，还有我们羽林的婚宴现场。我们今天的婚宴已经告一段落了，记得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也要记得注意你们的贵重物品。那我们的羽林跟军宴呢，已经在我刚刚的报道路口处等着大家，跟大家拍一个幸福的合照哦。所以呢，也可以移动我们的脚步到刚刚的路口处，跟我们的军宴跟羽林把今天最幸福的照片拍下来，记录下来。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好，这个是我们新郎的弟弟，请问一下今天主持人如何？今天主持人非常好。好在哪？你今天加码1000不够。对，加码1000，非常开心。开心。嗨不嗨啊？好玩啊，很嗨很嗨。会推荐主持人给别人？会，推荐主持人泡泡哥哥。对，婚礼主持。对。首选吗？首选 number one。好了，分享一点好不好？主持人怎样？帅帅，以后我叫女儿再找你。叫女儿了，她现在国中，应该还要再隔五年。我还有别人呢，别人是不是？可以陪亲朋友都可以介绍。好，谢谢阿哥。请问今天主持人怎么样？我觉得他很有内涵，长得又很有气质。这个是我今天听过最动听的一句话，有内涵又有气质。今天开心吗？开心。他好玩吗？好啊，下次结婚记得找泡泡哥哥哈，啊，还很久，我是要等他嫁出去哦。等他嫁出去可以啦，那有漂亮基因是蛮 OK 的啦。今天主持人朱麒麟如何？非常的流畅，生动活泼流利，而且全场串场没有冷场，完全没有冷场。对，主持人推荐首选是泡泡哥哥吗？是的。今天的亲家母，亲家母，我们再过来一点。今天主持人如何？啊，主持人好棒哦，哎，好棒，好会主持哈，好会主持。对呀，啊，让我们大家玩得好高兴。今天开心吗？开心，非常开心。请问一下新郎，今天主持人怎么样？非常好，非常热闹，我们大家宾客都嗨翻天。对对对，有没有如你预期的？有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像个派对一样，像个派对。好，来，请问一下新娘，我们今天主持人如何？超棒，超优秀，超嗨。老公也很开心。老公很嗨吗？老公很嗨。对啊，还可以吗？这完全无人场。你们到底是谁找到我的、啊？哇，是你。对，那个你在问人的时候啊，就说我嗨不嗨？每个人说超嗨，每个人都这样子。是真的很嗨，是真的很嗨。刚妈妈对我说了一席话，我真的觉得超感动，而且她超级真诚。你妈妈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再说一次。我觉得你把今天的这个婚礼办得很好，就是你把那个很欢乐的那种氛围把它带出来。然后我们是那种五年级生的，我们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婚宴，我觉得我们蛮高兴。几乎我的亲朋好友都说办得很好，他们的小孩子他说以后也是要参考这样子的方式。我觉得今天你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欢乐，然后很多很多的欢笑，真的很感谢你。妈妈真的很真诚，今天听到最真诚，妈妈是发自内心，完全没有请她说什么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真的你办得很好，真的很喜欢。再次的谢谢我妈妈啦，谢谢啦，感谢，谢谢你喜欢，谢谢谢谢。